厦门市24小时自助图书馆，看一下，看这个是要办证的是吧？操作说明，点击屏幕办证按钮，在身份证感应区扫身份证，输入手机号码，系统提示插入社保卡，选择押金档次，入钞口现。哦，这个还要社保卡是吧？可能估计得有社保卡的才能办理，没有社保卡的可能不能办理吧，因为他这里写着要插社保卡哈，刷了身份证还要插社保卡嘛，是吧？这里好多书啊，烟火人间、心理暗示术、北大人文课，好多啊，像这个编号好多好多，看到这个编号，一排是70本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6、6、7、4、12，420本书。我还是第一次建这个自动图书馆的。